吃饭今天吃辣椒，还有南瓜、茄子。辣猪蹄，木瓜蒜，这个店吃饭真要有一个咸菜，要不然太热了不下饭。我们这边这两天40多度，太热。
新疆炒米粉，今天吃个中辣口味的，我放了辣椒和鸡蛋炒的。我想吃什么，你想吃什么配菜就放什么配菜，都好好吃。好好好。